汤先生嘛，看房子哦，还一个吃了早餐的，啊，这个水壶很好用的，来呀、啊，记得看一下。那你说哈，这个是那个厕所啊，跟你租的啊？你看，这里面还放一位总统级的呢，你过来看呐、啊。好吧，如果想看的，里面有个小姐姐，总统级的。跟你说哦，这是你的房间的，房间哦，跟你要试试翻翻看。你看这边还有一幅画，那幅画、啊、就是那个之前呢、啊、住的那个人呢、啊，啊就是大学生嘛，他、啊、那个画那个东西嘛，放在这边呢、啊。晚上的时候会有脚步声的、啊，小心一点。跟你说哦，这边还有个朋友，他去参加那个武术啊，就到了。拿到第一名和第三名，跟你说，篮球框，跟你说，这个都给你用那种针头打的篮球耶，你看，这个都撕不掉呢，对不对？过来看一下，过来看一下，那个时钟，看一下，那个时钟也帮你换最新的，对不对？鱼竿啊，鱼竿。很干净，是的。这个电话很白吼，很新啦。哦，那个大学生嘛，啊，他妈妈啊，以前啊，他现在已经走了。还有那个儿子，我还有一个那幅画啊，就是那个的儿子啊，还有那个他姐姐啊，那姐姐哦，国中了。好，再考虑考虑啊，阿姨走了，拜拜。